然后我就是要开口，可以了吗？谢谢大家。Thank you.
成下一首歌，就是可能有一些歌对大家来讲，就是一开始听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就是觉得说这首歌实在是太屌啦、太赞啦，就不一定。但是它有可能会日后就是你在自己一个人或者是某些特定的情境的时候，就会想起这首歌，然后它就会成为你生命中就影响很重要的曲子这样。然后我生命中有很多这样的曲子，然后大家可以想想看，就是对自己有这样影响力的曲子有哪一些。然后下一首歌是我们跟就是阿奈合作的歌曲，叫做《天鹅》。然后这首歌就是有一点符合刚刚提到的情境，就是一开始我可能就是不会觉得这首歌我们用了很多很厉害的东西或什么的，但是在日后就是这首歌成为就是我可能每次演出都会非常想要就是表演给大家听的歌曲。那今天在铁花村就是这首歌意义就更加重要，因为其实巴奈的 vocal 是在爱人录音室，就是在台东都兰录的这样子。那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很符合现在的很多社会上的议题这样。好，谢谢大家。